Legitimacy!应该不算 RPG 吧。有点难呢、欸。打的位置不一样啊，会有差啊。哎、欸，真的好难防哦。哎、欸，我不能砍他、欸，为什么？瞬间切三个位置就对了。敌人攻击没有防御方向，那是我砍他的意思吗？你给我去死！重攻击打败敌人。三，
前往区域。四零无法被锁定。哦，我是不是得用砍的就对了？帮助杀死你的士兵，你做DOTA哦。敌人啊，这不是无双？七在哪里啊？上面。算准时机可以闪避敌人攻击。我砍死你！不砍死你！不砍死你！哎、欸，我砍死了，我不能闪避了，靠背了。破除你对手防御，再使用轻攻击，对方顶个不防哦。而且方顶就算破防就对了。破除防御之后，可以用连击来抛掷你的敌人。看不太懂啊。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嗯，还有这么多英雄，野武士、剑圣。哇，征服者耶！哦，南投感觉。哦，那还有刺客、啊。
荒诞是蛮野蛮人啊。这算是坦克吗？大蛇跟剑齿不一样。从剑神开始玩哦。像语干没日语哦，妈的烂东西！虽然还本来就不是日制的标准动画。会选择我的人物吗？就像一样，健身开始啦。就算是 DOTA 类吧，应该吧。就单挑哦。可以补血吗？哦，好像这边下一场。哎，为什么我砍猪啊？输为什么？烂游戏？为什么烂游戏？太过分了，一开始就砍我。笨啊！一来就被砍了，莫名其妙。游戏不科学啊！
这游戏不科学啊。Faction War is a persistent cross-platform conflict between the Knights, Vikings, and Samurai. The faction you've pledged allegiance to determines who you'll fight for in the faction. 废话介绍略过。死于死亡。先打 AI 然后。啊，为什么不能打 AI 吗？Zone A. You lost Zone A. That was well done.送去 A 啊，送不去啊。You captured Zone C. 走楼梯吗？被砍死。You lost Zone C, sudden death.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巫术之神战争。Zone A, you lost. Zone C. Okay.
这种好像不是的。You lost zone A. You captured zone A.这倒是几个人啊，Zone A. You lost Zone A. Your help!
lost zone A. Zone C. Zone A. You are.